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，而且城市外面还有恶化的趋势。我们龟缩在天环城里不思进取，所以我认为，我们必须要把 X 5能源找到，并重启研究计划。我的科研团队一定能完美控制住 X 5能源，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。 是啊，太危险了。我看可行，现在是该加快速度了。非常感谢岩田先生的发言。我们都知道 X 能源的不稳定性，之前的教训还历历在目，所以脚踏实地的解决环境问题才是目前我们应该做的。虽然现在的形势不容乐观，不过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停止，对危机的处理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效。但这样的成效微不足道。如果你们担心灾难重现，那就交给我们百夫长集团。 我们非常愿意承担这项重任，这不是交给谁的问题，而是为了人类的未来。人类的未来？那不是你认为人类的未来是什么，又由谁来创造呢？人类的未来是回到几百年前孕育葱葱的地球，由孩子们来创造。嗯，孩子们，可毕竟还是孩子。在我们英雄学院里面有很多优秀的孩子，他们都很努力。现在。 我们通过全息投影直播来看看英雄学院的日常，一起来感受这些孩子们的蓬勃朝气吧！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肩负起新兴式的未来。加油！我这边一点。耶！走啊！ 我有点头晕。英雄学院的直播到此结束。很可爱的孩子们，不过俗话说得好嘛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吧。我很期待，也很有信心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为新京市的发展努力奋斗。一定一定。博士，无人探测器还有2个小时到达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请商议，在无法掌握如何灵活应用 X 5能源前，该项目暂停启动。这种小事还不是手到擒来，首领可真是小题大做呀！谁说不是呢？哎呀！不过啊，首领好像很重视啊。明天，天环城外。 给我把观测环境数据的无人机夺回来，创造人类未来的智能使我，这一次的任务只需成功，不许失败。遵命。老大，目标出现了。哎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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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老大来了！镇定镇定，赶紧办完事回家休息。是老大。老大，他像泥鳅一样不好抓呀！赶紧抓住他，别磨蹭了。让我干这种粗活。 这无人机的舞姿还不错嘛！啊，这是啊！血压恢复正常，凝血因子恢复90%，血小板恢复正常值。 不过你还需要休息半天，不能做剧烈运动。知道了。单车博士，怎么了？无人探测机正在被人袭击，无人机不能被抢走，需要你前去救援。是，我马上出发。注意安全。
身体恢复90%，你现在还不能剧烈运动。没事，边走边恢复。你刚开始的时候可没这么热心啊。人是会成长的。30分钟后到达目的地。加速。再快点。让开，我来。这不怪我。苏曼，锁定目标。已经锁定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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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我都不知道，我是单车侠。单车侠很有名吗？没听过。我也没听过。那是当然啦，正义的伙伴要是被坏人知道了，那还了得。哼，说的也对，战斗重要的是先发制人。总之，喂，我警告你别在这儿捣乱，你要捣乱的话你小心我。就是这样。看吧，所以我说要先发制人才能取胜。我知道，小心又来了。哇哦！嘿！哇哦！我去，这什么鬼地方？哇！不是鬼地方，据显示这里是天丸城外的岩浆死亡地带。你又认真了不是？看来我们之间的代沟很深呢。左上45度发现敌人。喂，你这叫瞎指挥啊！弹跳角度偏差10度，你逃不掉的。巨型罗手出击。有办法了。竟然消失了！单车侠观测启动。那家伙去哪儿了？嘿，嘿，就是现在！还好无人机的存储部件没有问题。这次的任务真是太小儿科了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这次的任务为 B 级，你目前的能力是 C 级。在我的聪明面前 ，A 级、S 级统统都是 C 级。好，有胆兔，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好了，博士，我得回去了。哎，麦克身体没事吧？不用担心，别看他外表弱，其实坚强着呢，马上就能恢复了。去哪儿了呢？明明身体不舒服。谁呀？里面有人，里面有人！你躲在里面干什么？干嘛不出声啊？这是厕所呀，我。没事吧，麦克？老师，我没事。要不要去你爸爸的医院看看？不用，我的问题。我爸也没办法。老大，单车侠的核心数据还是查不到。管他是谁，下次碰到我要捏碎他。我们一定要在首领还没有过问的情况下，亡羊补牢，把无人机夺回来。我们还是先把飞行器修一下吧。修好后，我们直接去找单车博士。明白。